30日早上，有资深媒体人在微博发文称，今晨据悉，张怡宁于今日凌晨顺利产下一子，3.23公斤，母子健康平安，恭喜。张怡宁是前中国女子乒乓球运动员，屡获世界冠军，有大魔王之称。2009年10月18日，张怡宁与商人徐威举行了婚礼。2012年4月2日，张怡宁在香港生下一名6斤重的女孩。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